人家也喊过来，给他好干活去。那他上边去了？你找俺大侄呀？我这罗山都快旱死了，叫他给我浇浇去。刚才我跟大大要电话，他说有时候会，要么你先回家吧，等他回来再给你浇地。那中啊，我进去看看。有啥看的啊？我瞅瞅种种吧。抓住你！别拉我！抓住你！你抓着我这样的？你、啊、你三天两头上俺家，你有啥好看的嘞？我不上恁家看看，我上哪了？天都上恁家了。咦，你也去去。就搁这指啥了就？哎呦，看你这和尚，这我就讲这事，就问指啥了，指啥了？你让我弄啥？你说小狗我洗脚。哎呦！啊，小狗我睡觉了。好，恭喜的。前天上俺家来有啥看的嘞？哎呦！哎呦！做中饭了不？中了呀。啊。恁做的啥饭？面条呀。恁成天就这吃的面条，恁都不嫌烦。有啥饭嘞？你看离家吃的一身膘，都是吃面条吃的呀。哦，那中，恁吃吧。哎呦，我看到啥吃？你先走吧，等俺大回来我再去给你浇那地。你这孩都真烦我，都光撵着我走了呀！啊，哎，对了，你说这狗是不是都满月了？我都带着上桥头去，我都给它卖了。那俺这狗都是有节的，你卖俺这狗咋了？你说你有节了是不是？你信不信？没一分钱，这我卖了，这还能卖点子钱，是不是？哎，好好好，大你回来了。啊，啊，老李回来了。你咋去了？我买点一块给小孩子烧点包。哎呦，他们都有吃的，你不用给他们烧包了。我点你来。好，点好点好。来，我点。买这才够谁的？好了。哟，走你走。给你的钱不？啊，给你多少啊？给我四五百入了。鸡。看，我这养了一杆子白脸狼，哎，就恁大柱子，你看人家花上多资源买这的，这你也给钱，你家也给钱，你这给钱，哎。我都不。带了回来。不我都没有叫俺大买这东西，知道不？都有小孩们都有包。那小孩没有包，那我点我包。小孩没有包。你有啥？你点走干啥呢？嗯，这老汉子买东西还不少的。哎，小孩没买的。狗儿吃你脚了？没有咬住吧？小孩没买的，我吃了都不着。咬住了，我瞅瞅。没事没事，没事，他舔了一下，只要咬不住都中。咦，这给小孩们买的东西，你也是吃了一个劲。哎呦，咦，看看这买的还带存货呢，爆发了。这还有苹果，这还有啥？这都你别给人拿着东西了。老弟，我喊你，成天了，你说人家白弄的，哎，你不知道出去，你要是给这个皮儿烤了，你看这些皮儿，你不是是不是人家少掏这钱？哎呀，那要不是多重，那不是多重，就这你是能省点能省点，让俺真娘的。去吧去吧，拿着东西吃着，赶紧走吧，俺吃饭。李佳，光撵我嘞。中了不？中了。中了，吃饭吧。嗯。咦，今上午掺点豆角吗？啊。咦，这个可以。是。我是不是你说的都是故意的？是不是我来了，你专一做老面条，我一从恁都发好吃。俺就上午吃老面条，知道不？大洗手吃饭吧。那就上去了。就是我来回您都是面条，我来回您都是这。哎，那我都没见了话了。是不是我也走？您都走超级的，走好吃的了。你不想听你搁这胡咧咧了？吃饭，你爷爷洗手吃饭吧。爷爷洗手吃饭。我用这个洗吧。用这个压井洗的。来，妈妈给你。叫你妈给你压着水洗手吃饭。吃饭。对了，那个，大。等到吃好饭了，你去给俺妈那浇地浇浇啊，浇浇地。那罗山说的旱得很。我罗山，跟你妈的，你都搁到这儿。我不是说你的老王六，你问都不问啊？咱家的罗山都换成那了，你心里要该宰劲，你天天说宰劲不咋了。你说你想啥子？吃饭，你弄你拿着，我看事情不少了。你说我这不享福呀？爷爷，吃饭吃饭，吃饭吧。你搁这坐着都影响俺的吃饭的心情，着不着？就你那老面条子呀，没啥心情还吃不进去，还影响你的心情了。叫我吃，你不吃，你不吃，你走呗，你搁这干啥呢？我说走，我接着坐着，等俺大哥浇地。吃饭吧。俺大吃完饭都给你浇地。浇水，俺吃饭都搁浇。说不定今天我走了，我又找不着他了，不见他了。要钱都没有，但是你要说浇个地吧，这给你浇，种庄稼的这是正事，给你干。你走吧，等俺吃完这老面条，我都去给你浇。啊，哼，咦，这喷香啊，是吧？嗯，那包啥吃？闻着都香。嗯，姨呀，你能吃几碗啊？
妈去打碗。吃几碗呀？两碗。哦，那是两碗。我喜欢吃韭菜。哦，咦，嗯，香，嗯。狗才还搁这狗带走了。你带个狗站，俺这狗都有家的，给邻居们呢。我放我的。邻居的是刀子卖了，卖了我也不能。不要卖，我是俺家的。你跟邻居，跟邻居哪家？不给了，不卖了，不用。还要还得给俺老丈妈要月狗来的，他也要个的，还给小飞要。你不给他也中了，你就说卖完了。我不给他的。啊，吃吧。那人家都说了，不能卖自己家的狗，知道不？那有啥不能卖？卖狗的多了。你瞅你，俺大买回来东西，你瞅你吃的，哎呦，我这。你不是说你吃不完吗？小孩们还没吃够呢，你搁到。你给我少说话吧，你。以后你都不用跟他们买大，知道不？你有这钱你自己花都中了。啊。孩儿们都有吃的。既然这样说，这也是俺你买的东西，嗯，走路他买，结果是我捡走的。钱我要不过来，我给他拿东西。不是爸，你看，将近俺大爷是撵到俺妈家给东西要回来了，我都不知道他为啥恁吃嘴。哼，爷爷，你知道恁奶为啥恁吃嘴不？知道。为啥呀？因为不想给他包。因为没有给他包啊。嗯。哼，哎，反正不管咋说吧，俺这会儿回去吃饭去，吃完饭给他浇浇地。反正浇地是正事嘛，种庄稼，走吧。嗯。